黄奕岁生日快乐。好好吃哦，哎，这人狗都可以吃的。哎呀，他喜欢唱歌。这次呢，我就特别准备了这个。Oh my god！ 哇塞，太夸张。一定要盛大的仪式，那完美基本配备就是一定要有蛋糕，对，这个气球的感觉，然后加上可爱的他，而且重点是大家陪伴了 Pumpkin 度过他的一岁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。现在我们有几个环节，除了吃蛋糕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抓周仪式，看 Pumpkin 未来到底会做什么职业。没错，抓完周之后呢，我们有礼物时间，那宠物可以吃，对不对？那下面是宠物可以吃的戚风蛋糕，然后里面是地瓜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唱生日快乐歌给 Pumpkin 听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卡在频道破十万。我是他的声优啊，我可以决定他的愿望。那第二个愿望呢？希望 Pumpkin 自己的频道破100万。希望 Pumpkin 可以健健康康的陪伴着大家，好不好？那健康我们就放心了。第三个愿望许在心里面哦。男朋友啊，我知道，他已经结扎了，各位。地瓜泥还是喜欢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泥，这个泥冰冰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各位同事。嗯，其实很甜诶，就是地瓜的那个甜，地瓜原始的那个香气。喜欢吗？来吃这个蛋糕。他喜欢。哦，他一直想吃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Hello。嗯，不是蛋糕要吃吗？好好吃哦！哎、欸，这人狗都可以吃的，好棒哦。他可以喜欢呢。蛋糕很赞呢，它其实蛮好吃的。它蛋糕皮不甜，然后那个地瓜的原始甜味好好吃。哇，你觉得很好吃，才这样狂甜猛甜。就是小鸟味啊！我现在好棒啊，完美的小鸟味，来，他怎么继续吃？嗯，哇，你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嗯，哇，手好灵活。OK， 好啦 ，Pumpkin 蛋糕吃完了，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喽。当然是抓周的准备。通常会抓三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它代表什么？金元宝，富豪啦，富豪万岁！哦，来，第一个，是这边的没错，富豪。第二个，哪一个？是鸭的那个，哎，要，哎呀，喜欢唱歌。歌手艺人华言，如果看到的话，麻烦把他签下来。他很会唱歌，他很会唱歌。滑鼠的技师，可是因为我们是 YouTuber， 所以网红。对，网红。百万 YouTuber。啊，他真的好喜欢嘞。Oh my god！ 森林，哦，我们的激动，森林之王，赶快，我们帮 Pumpkin 报名。好啦，恭喜 Pumpkin 的抓周顺利。他的主业是歌手，副业是 YouTuber， 不管做什么都很有钱。哦，你看他那个眼神，你看他对其他都完全不管，你看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五级狼啊！好，抓周结束，下一个送礼物环节。生日的部分一定会有生日礼物啦，一定要的。好，这是我刚才给你送的玩具。哇，是披萨，好可爱哦！益智玩具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长大了，所以呢就是要变聪明，这是进阶版的。什么叫做肥宅快乐餐呢？因为它这些都是一些可乐汉堡，好可爱哦！耶，好开心啊！下一个。下一个是我的，对了，那这是我特地就是帮 Pumpkin 量身打造的，刚刚才送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我们就来帮 Pumpkin 拆礼物喽。是什么嘞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南瓜的颜色。好可爱哦！上面有一只白色的小兔兔，好可爱。Pumpkin 显然很喜欢。哎呀 ，Pumpkin 不能咬，这是你。好适合你哦 ，Pumpkin。这是羊毛毡的项圈这样子，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装饰用的啦。好可爱。然后可以让 Pumpkin 这样子在外面很可爱的感觉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很喜欢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再玩好吗？
好啦，最后是我的礼物啦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礼物真的是有够难买的，然后全台都缺货，最后只有101有。Funky， 你今天一瞬间是大人了，大人怎么样？大人可以用精品的，跟你讲。你太好了，干嘛了？干嘛了？这次呢，我就特别准备了这个。哇塞，太夸张！我特地去柜上买，那我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礼物吧。它真的很美，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够开心的。里面还有一个袋子。真的是项圈，哎、欸，不是项圈，牵绳。看它的质感 ，Oh my god！ 然后闻一下是真的，验货一下。哦，好，甜的，咬下口水的样子。这就是认证。之后散步都用这个高级的带你去散步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Punky 的一岁生日 party 啦。那如果是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要分享，还有按赞跟什么订阅，然后记得在下面留言祝 Punky 生日快乐哦。没错，下回见喽，拜拜。这个项链，他真的很喜欢，已经被他咬到爆掉了。他喜欢这种圆圆的东西。天哪！他知道收工了。好，他收工了。他收工，收工。他会去旁边，然后就开始咬哦。你看，他开始坐下来，然后开始咬，开始玩。这个兔子看起来好可怜。他的侧面好好笑。好胖。